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潮流保险系。今天我来跟大家开箱一个，就是我最近拿到手的 Nike Dunk SB， 前一阵子发售的一个。这个是一个很邪恶的颜色，叫做芝加哥配色。它给它配在 Dunk SB 上面，所以这双鞋，原价好像3600吧，但是就是上网抽签，但是抽签超难抽。好几天前我就已经设好闹钟要起来抽，结果还是抽不到，所以后来我只能入价入手它的草价，将近快20000块。但是这一双鞋我是真的蛮喜欢的，所以我还是花了这笔钱去买。但目前我还没有穿过，已经放了一两个礼拜，我还舍不得穿，所以现在可以大家来讨论一下，看一下这一双鞋子的感觉。OK， 好。先看它鞋是紫色的 Nike SB Dunk， 好，这边它的商标条码的地方。那我买这一双是11号 US 11的，其实它这一双没有到非常特别，那就真的颜色太好看，所以它就算它不是有什么联名。炒了一个有点夸张的价钱，那里面衬子就是就一般，太特别的东西。看到是一个芝加哥经典，非常经典的配色。好，我们拿出来它，看它的配色，非常非常经典的红白黑，就是公牛队芝加哥配色的。加上这个 Dunk SB 的，它出在只要是这个颜色，不管是出在一代上面，只要是不管是联名或是 Dunk SB 或是 AJ1 的高筒低筒，这一双都可以被炒到很莫名其妙的贵。中筒比较没那么贵了，大家如果真的喜欢，可以去试着去收到 AJ1 中筒，最近有发售。就算你不是买直接买，一般的价钱也差不多可以买到原价，差不多4000多块。那它的地方的话，我觉得喜欢的还是它的这些配色，配色就是非常经典的芝加哥公牛队红白黑。虽然说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但它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看。我相信一些老屁股的比较喜欢，都会喜欢这种配色。所以我自己虽然这种颜色我也好几双了，高筒的 OG 有一双，虽然说不是经典配的，但是也是，就只有鞋舌不一样，它是跳跳的，啊，这个都是 Nike， Nike 当然比较好看，但是因为价钱也差蛮多，所以我一样是收了一双高筒来穿，就是毕竟我还是以能够穿出去为主，虽然说有些鞋真的太贵，所以也不见得说一定会入手，变成放在那边。展示或是摆饰收藏而已，我比较不会这样，大部分都是一定会拿来穿。OK， 今天我们就大概介绍这双鞋到这边。那大家有喜欢的可以自己去上网看看。我相信这双鞋应该后面价钱会比较便宜一点，大家可以再去搜寻各大网站跟鞋网或是社团去看看，然后可以去入手。那它真的穿搭起来蛮好看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拍一些穿搭的部分，看看大家穿起来的感觉如何。以上就是今天 Nike Dunk SB 芝加哥配色的开箱。那一样的话，喜欢我的频道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那有什么想聊的，可以在下面留言。那我们这边的频道就是以保险、开箱、潮流物或是鞋子为主题。
啊，有些我自己家里猫咪。潮流保险人谢，喜欢我频道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谢谢。